现在来到我们第二届 QQ 音乐年度盛典巅峰榜颁奖典礼红毯的现场，他就是华晨宇，花花。欢迎花花，欢迎华晨宇。花花来，刘步在那边先拍照。好，今天华晨宇是一袭风衣的打扮啊，风衣一样的男子。好，有请华晨宇来到中间。好，我们再拍一下照哈，再给媒体一个拍照的时间。好，来，有请麦克风，我们请花花跟我们 QQ 音乐的观众打个招呼。Hello QQ 音乐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花花，华晨宇。花花，今天那边都是 hello 哇，好多有你的粉丝们哈。今天花花这身打扮是什么寓意？风衣的感觉？对，因为我比较喜欢很简单的搭配，然后我就觉得看起来舒服就 OK 了。这是小可爱还是小魔王？小清新，小清新，欢迎你啊！今天晚上有很多好朋友也都会来到我们 QQ 音乐的年度盛典，自己有很期待见到谁吗？见到我自己，见到自己有表演对不对？今天有表演，对，要透露一下吗？会唱一个我之前有跟腾讯合作的一首歌啊，没错。讲到跟腾讯合作啊，我们花花的歌曲在 QQ 音乐上真的点击和试听都是非常高的。你知道哪首歌成绩最好吗？不知道哎。你不知道？大家知道哪首歌吗？答对了，烟火里的尘埃。其实这个新专辑成绩都很好了，我们期待今天晚上花花给我们有精彩的表演。好，你自己平时在 QQ 音乐听歌吗？听啊，我有听。最近都在听谁的歌？我在听一个 Muse 国外的那个乐队。Muse 的，对对啊，摇滚乐团。对对对，所以要继续支持了。好，怎么那么羞涩？欢迎花花来休息一下。Okay, 好，谢谢。今天晚上期待你的精彩表演哈。好。